2000年的时候是奥运嘛，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可以代表中华队嘛，就是去比赛。对。但是后来就是很多因素，就是球可能球短难定，只要从好的方向想，不能说你这样什么都不想做。我还是觉得我可以分享的一些技术给台湾的选手。历史课好像有读到，只是有点忘了。大家好，我是安妮。今天的朋友从印尼来，他是5年前全球羽毛球选手丹迪·西米，现在很有名的周天成也是他的学生。他到底有什么训练方法？然后他这么厉害，为什么要到台湾教学生？我们去问他看看。Pada awalnya, Cheng Yongchen yang berasal dari Indonesia diundang sebagai pemain badminton nasional. Kemudian dia menetap dan menjadi pelatih badminton di Taiwan. Di bawah bimbingannya banyak atlet badminton yang tumbuh dan berkembang. Antara Cheng Yongchen dengan Taiwan terdapat hubungan kental. Apakah yang membuat dia rela melepaskan kewarganegaraan asal dan berdedikasi pada Taiwan? Mari kita simak bersama Annie. Hi, 陈教练你好，我是安妮。你好。我知道你很厉害的教练，所以我来找你学羽毛球。好，来，我去练哦。等一下，这还没打的时候，先热那个慢跑。慢跑？对，为什么要慢跑？要做热身啊，热身很重要。我很热哦，台湾现在已经够热了。但是还是要做暖身。暖身很重要。所以我泡1000就好了，对不对？不行，那个不够了。那都要泡？要大概15圈。15？对，每个人都要吗？要啊。你也有吗？对，不然我们一起。No. Jasmine， 你先啊，你先。Jasmine， 好了，那我就慢慢跑。好，辛苦你了。好。真的要15吗？可以5吗？好，可以打折啊。8圈。8圈，谢谢，加油。教练，身体热好了，好热，有点冷。好了，可以去玩哦，来。还没。为什么还没？要先做一下辅助训练。你刚刚骗我了，你说我泡就可以玩。对啊，但是还是啊，有一些东西要先这个训练完之后再可以。啊，这边也有做什么？像一些辅助训练的，还有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很好。这个是什么？这个练什么的？手。好，手的力量，这是这一块。这样对不对 ？No， 不是吗？它是像这个部分的，上下这个部分，因为羽毛球这个东西。羽毛球这边最重要的地方。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么练。你等一下要做这样子，有没有？你把它大概这样做，然后脚这样，有没有？然后你就转这样，有没有？转这样。很厉害。到上面的时候，你就慢慢往下，不要一下子。放那么快，然后对啊，慢慢放。你这样每天都要练吗？对，然后再来这样往下，有没有？然后这样放上面的时候，你再来放下。好，你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可以的，好，试试看。你到这边就可以，他男生也到上面。哦，好厉害啊 ，good。对。你看到我的肌肉吗？看到了吗？叫什么？我真的有！哇，很厉害呢 ！No， 你要这样，对，你要这样，对，好，对，好，对，你要这样，很厉害啊，对。那现在可以去玩吗？还有这一块，还有这边，这一块放手放在这，然后。这样，叫他顶胸，这样。啊，这个要练什么？背啊，跟呼气的。所以你们背很重要，对不对？当然很重要啊。所以你试试看。这个我好像可以。你可以。你没关系，你去看你的学生。你可以啊，我知道你可以。
这样吗？对，往上，你要顶胸，看往前，对，哎，看往前，哎，对，哇，哎，二十下 ，six， 我刚刚进了12，是我 six。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走，12就12，不是20，对不对？来。对，郑教练，我们都称他的这个印尼名字叫 Vido， 啊，他在学校呢，实际上说是尽心尽力，而且呢不计酬劳，甚至呢常常会为了帮助学生到处募款，他还免费从国小、国中开始指导起。我觉得他个人在羽球这个项目整体贡献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就是他都会很认真在做每件事啊，他在叫我们。做人比打球还要重要，知道？然后叫我们有礼貌。常常我们练球的时候，地板可能湿滑的时候，会帮我们，就是不希望因为地板湿滑就打扰到我们练习。OK。嗯 ，OK。耶。Good。会累吗 ？No， 不会啊，谁会累啊？做这个谁会累？啊、小 case， 小 case， 小事情，对。嗯、小 case。我们下一个要练什么呢？等一下可能要练多久训练？哦，训练。嗯，有一个人发球，然后你就保动的，一直要接球。对，有一个人多，那个拿着多球，然后就有一个人发球，你就保左右的保位。这样要很久吗？差不多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这不简单哦。对，你们每天都要这么练？要啊，每天要这样练。好，那我们去看看，好吧？加油！加油！真的！耶！斗球训练，我来了，加油！好，来！你不要那么远，快点！不要再有你了，来！哇！不对，你后面的时候不对，那后面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动作，左手在上面，对，左手上面，哦，这次打的时候不要这样，对，左手要在上面，然后这样，哦，然后用脚步的，在打的时候用脚步，哦，对，用脚步，好，you can try， 试试看，哎，对，左手上面，哎，好球。哎，好球！哎，这里的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这里的时候有没有？你这边打这样，哎，这里你要防这样，对，要防这样。哦，我这里比较不会，这边有什么方法？还是要把握拍防这样，对，然后就这样打。这样。所以这边右边跟左边还是一样，要注意，要注意那个握拍的，握拍你要注意。好，你可以试试看。哇！哇，这个可以当国手了，有没有？那是有台北 Open 帮你报、哦。据我所知啊，他是世界前四退休的，不只是在基隆高中，在台湾有名，教练在整个国际上非常有名。所以说，常常很多教练常常教课教到一半，就很多朋友想起来去教球。但教练本人是非常低调，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先帮忙基隆。所以他是非常非常低调的一个人，就是很在意学生。那些感受那些方面，就还有球技那些，都比较照顾。国外的选手的打法会不像台湾，他防守比较灵活，所以不会太拘束。Good physique 啊，哎，好球，好球，哎，对，来，好球，哇，哇，打得到呢，越来越厉害呢。好啊，哇！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你看你都那么多球，都一直在那里，球都在那边，一点点了。真的失误太多了。好，没关系，我再加油。我们下一个练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应该是练得差不多了。今天差不多了吗？对。男生，你觉得对我的看法今天怎么样？我有机会吗？一开始一直打不到球了，但是我是觉得后面的时候还可以的，但是还是要继续努力。所以继续努力就可以当跟你一样厉害吗？
一定的。好，我加油，谢谢教练，谢谢。谢谢。Zheng Yongcheng adalah mantan pemain badminton dunia urutan keempat. Setelah pensiun, dia memilih untuk melanjutkan misinya di Taiwan. Keunikan cara dalam memilih calon atlet ditambah metode pengajaran dalam fisik dan mental melahirkan banyak bintang bulu tangkis yang cemerlang. Terhadap pelatih, anak didikannya menyimpan rasa terima kasih yang melebihi kata-kata. Zheng 教练，当初为什么来台湾？当初因为那时候在。可能在印尼那时候，在我们国家那时候可能暴动嘛，然后我想选择刚好那时候这边叫我过来代表台湾，就是出国比赛，然后我想试试看，就是代表中华队。哦。然后这几年就在过来这边，就是当教练，分享一些技术。但是我听说日本也有叫你代表他们，你为什么会是选台湾？对，那时候其实有两个选择，就是日本跟台湾。对，你为什么不选日本，选台湾？我是觉得台湾比较方便，然后日本不方便吗？很方便的，但是我比较喜欢。啊，你来台湾之前，你会讲中文吗？不行。不会。不会。你现在为什么中文那么好？就跟一些学生都聊嘛，就是学习还是要学。所以你选择台湾。台湾你喜欢什么地方？台湾其实喜欢像去夜市啊，然后就我是觉得我可以看到山。台湾其实很多像，因为也是可能也是喜欢爬山。哦，你喜欢爬山？对啊，我是觉得台湾很漂亮，就是所以就是一直留在这。所以如果日本有夜市，你就会选日本，对不对？还不一定啊。其实像我们以前也是有去过，像比赛也是有到日本。但是你会后悔吗？也不能说后悔，就是还是我觉得这边还是比较喜欢台湾，还是比较喜欢。但是你刚到台湾，一定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哦，当然了。有吗？当然了。一开始也是很多了，可能也是远嘛，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是用印尼话了，还是用英文那个沟通嘛。但是中文就是全世界也是算最难的地方。对。所以我想一开始就是一个人这样，其实还蛮辛苦的。特别是到那时候在2000年的时候是奥运嘛，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可以代表中华队嘛，就是去比赛。对。但是后来就是很多因素了，就是球短的竞争。所以他们就不让你们比。因为练也很辛苦，我们就一直准备，到那边就没办法去比赛。当然是会稍微有伤了，但是我是觉得一个人还是要从好的方向想，就是不能说你这样子你都什么都不想做了。我还是觉得我可以分享的一些技术给台湾的选手，其实也好事。你来台湾几年？我来台湾大概18年多了。18年多啊，那当教练呢？教练他已经快16年，这么久啊！你两年在台湾做了什么？那时候是先比赛。哦，先比赛。对，代表台湾出国比赛。你在教学生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在教学的部分，应该是台湾的环境。台湾的环境跟我们那里是不一样。像我这边可能比较注重教育嘛，训练的时候。啊，我就跟家长谈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可以一些往国际的方向，但是家长觉得不可能。为什么？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个环境的，就是做练习。他其实从小的妈妈也是觉得小朋友就是不可能了，就是不怎么样，对不对？他当初也是跟妈妈说，其实他这个小孩子可以往国际赛的。所以他自己的妈妈，他自己对自己的小孩没有自信，啊，你有。所以当他知道这小孩子的能力的，我自己坚持就是说要做，让他的梦想。因为那时候有跟小朋友自己谈嘛，你要不要打球？你要不要当国手？他说对，他说要啊，他很有自信。但是我想。帮他一些一个梦想，你不做也是你还是要试试看。对，你不做都没有机会，对不对？你至少可以试试看。对。
有其他的比较有自信，现在有几个小就是大国际赛，像陈宏林，还有一些李阳、李智慧，即使大因为昨天整这个开始看学长这样子，但就是一个很像培养，当然是要坚持，特别是在运动的部分，我想这个还是要 push。一开始可能家长有 complain， 有一些什么说怎么那么晚回来，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不会让我盯下来。我是觉得能够小孩子一直付出，我相信还可以做得到。慢慢如果当小朋友得到成绩的时候，家长慢慢会接受的。你们还是有联络吗？哦，还会，他会一直谢谢你，对不 对, 对, 对？他还会来，有时候还会来，就是打球啊。我们有时候到台北还是会来。哦，啊，那个周天成，对，怎么样？他人怎么样？也是你的学生，对不对？他现在全世界很有名，当第五名，对不对？嗯，当小孩子很认真，他想要一个东西，即使他想要的时候，他就是不断的，那会。就是这样努力，在运动，即使你没有这个运动精神呢，即使根本都做不到。真的，他要很强，包括刚压心啊等等，这是很重要。嗯，而在印尼呢，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在我们那边，即使教育没有像台湾那么注重。嗯，在印尼你也知道，在印尼就是羽毛球就是一个国球，每个人的小朋友都可以。真的吗？每个人都。对。所以像其实在这边，我想其实台湾慢慢国际赛已经慢慢起来了。那你这样教台湾的学生，你不会有点想我可以教我自己国家的学生，自己国家的小朋友？嗯，你们在想吗？其实我是觉得一个人你到那里，我是觉得不能这样想。不管我那边的一个国家的，他们也是在训练，我们就是比赛嘛，就是比嘛。我们这边也是，台湾也是有选手。大家一个运动就是一个比赛，对，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嘛。嗯，谁当冠军，即使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们要看大家都努力。大家都努力。那你跟你老婆怎么认识的？就一起带队了，然后互相帮忙，然后就慢慢就会在一起。你带的家人，他们对你有什么看法？你们要结婚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说什么？他妈妈也是，不是很同意的。真的吗？但是你这么厉害，这么有名的人，他们还是不同意。当然是有一个可能家人也是会放心的。如果我们回去怎么办？很多疑问。嗯。但是相处多的时候，大家都蛮知道，就是说怎么样的人都是，我是觉得跟相处有关系。对。那你的家人呢？当然一样的啊。一样吗？妈妈也是。所以你带给妈妈，妈妈，我要跟一个。台湾的老婆结婚生小孩，妈妈说什么？有吗？妈妈，我妈妈是比较还好，妈妈比较 freestyle， 但是比较 free 的，像国外的这样。啊，爸爸呢？爸爸也是还好。啊，你们有小孩吗？有，几个？2个。那你也有教他们羽毛球吗？有，我有教他们打球，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我当小朋友就培养他的兴趣。嗯，对。那如果他们当选手，你希望他们代表印尼还是台湾？哦，当然是我在那里就代表哪里。所以台湾。对。哦，啊，你们没有在想可以帮到印尼，还是你们要都在台湾？印尼可以去玩啊，但是我想那么多年在台湾。生活习惯，那文化的部分你有都习惯吗？还是有什么不习惯的？其实很喜欢台湾文化，即使我可以适应，因为可能以前当选手就当出过比赛，这个文就是到一个国家，我适应的能力还应该是还可以。那你最爱什么地方？在台湾？台湾哦，选一个地方最漂亮的。花莲很漂亮。花莲、哦，你在台湾这么多年，你会不会想印尼？当然偶尔会了，会想，其实会想到的。那你想自己过着的时候，你做什么让自己开心一点？我会找一个地方比较，就往山的方向比较安静，因为我觉得有一些，
有些地方其实还每一个国家有像的东西。嗯，在台湾有像印尼的地方吗？其实台湾你看很多东西也是像老的老大楼啊，什么就是比较老旧，其实有些地方很像，所以有时候就是回忆啊，有时候人还是需要一个回忆。嗯，那你这样，你有没有在想你老的时候回去印尼，然后在那边？哇，应该是比较会留在这里。嗯，对啊，我就觉得可能我会留在比较高山的地方嘛，就是比较安静的地方，比方说罗东啊、宜兰啊，还是花莲啊，看谁知道呢？然后在海边买个房子，对不对？比较喜欢这样，就是比较独立，然后比较独立的，比较可能比较方向往那边方向。每个人都梦想在海边买一个房子，然后每天早上在那边看书，喝一杯茶，对不对？你在台湾的生活最幸福的地方是什么？在印尼没有的。最好的时候是看这些小朋友，我就是看小朋友的时候，那长大然后就有时候在累的时候就他会找你，其实我就觉得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简单的幸福。其实像我觉得在教练身边四年，学到一个教练两个字，教育先，再来练习，再来教养。所以我觉得教练他把他自己的责任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他常常以身作则，他不会叫学生去做任何事情，他什么事情都自己完成，包括他自己打扫，包括他自己擦桌子，包括他装水什么，一些小细节的东西教练都自己完成，他从来不会去要求任何学生帮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其实这对我来洗牌场，我就觉得什么事都得靠自己了，我们不要去指望给他人做，或是给学生做，什么事靠自己其实会比较好一点。对。曾永成selalu mencoba menemukan calon atlet badminton Taiwan dengan harapan permainan badminton bisa menjadi sebuah kebiasaan di Taiwan. Meskipun menghadapi banyak kesulitan, beliau akan tetap membawa cintanya terhadap Taiwan dan badminton untuk melangkah ke depan. 我也想要跟爸爸一样成为世界国手，我想要跟他讲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我有你这个爸爸让我觉得很开心。当然就是我对台湾的可能也是对学生啊，对我的学生，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可能我是应该很有意义的，我想应该我会留在台湾。那其实那么多年在台湾，你说没有感情还是骗人，我想我会更努力的。当然我希望的以后的能够给台湾的羽毛球可以帮助一些，就是帮忙一些台湾的选手的技术方面的，这个是我自己的梦想。我今天很荣幸可以访问到曾教练，因为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全世界很有名的选手，但是我问到他在台湾最幸福的地方是什么，他还是说他的家人跟他的小孩。所以对我来说，我听到的事情是爱还是知道。然后今天我听到他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小孩子的妈妈没有相信他自己的小孩子可以做得到，然后教练还是一直继续教他，然后结果小朋友当很厉害的选手。对我来说，这个故事让我觉得不管没有人相信你，你还是要继续努力，所以我想帮他们加油，我们大家一起可以，就是要努力，什么都可以得到。Melalui tanya jawab menarik antara Taiwan dengan negara lain, semoga para hadirin dan penonton bisa menambah pengetahuan tentang berbagai negara. Pada saat yang sama, juga bisa saling menghargai keindahan budaya masing-masing negara. Didi, 下列何者是越南最南端的省份？ A. 河江省，B. 广南省， C. 金欧省。越南有点难，我要选广南好了。广南，对，确定？为什么选广南？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正确的地理位置啊。可是就以字面上判断嘛，广南应该是在南边吧？那应该是最南边的吧？好，答错。
长知识。继续啊，好，下一题。何者不是亚洲四小虎 ？A. 香港 ，B. 菲律宾 ，C. 泰国。C. 泰国吧。确定？为什么？历史课好像有读到，只是有点忘了，有点不太确定。应该我第一印象，第一个反应是泰国。确定？亚洲四小虎。我公布答案了。好，答案是 A 香港。香港是亚洲四小龙。哦，对哦。对，哇，忘记了。因为你拿错两题，所以你不能参加抽奖。Okay, the first one. What is the famous food of Yilan? Have you been to Yilan? Yeah. Okay, A. Beef tongue egg. Beef tongue cake. B. Sun cake. C. Rice noodles. I would say A. Why do you choose that? Because beef is really famous and you have a lot of meals with beef, so this is just a feeling, you know. So have you tried that? Beef no, I didn't.Okay, you got the correct answer. Cool. Thank you. What do we memorial for in Dragon Boat Festival? Oh. For who? Like A, the Confucius. C, B, Qu Yuan. C, Sun Yat-sen. B? Yeah, I would say B because we had a trip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To learn a lot about it, I mean not a lot, but just to have basics on it. So I would say B. Okay, you got the correct answer. Yeah. You can kick the ball. Okay. So. Oh, okay. I'm not winning anything. No, you win less. Oh. Be prepared.Gonna be epic. I just have to taste it, right? Finish it? You want to be sick? I'm gonna be sick. No, you won't. It's really good for your body. Yeah. For my body? Yeah. Okay, just for the summer. Oh my god! Oh. Holy hell! Oh my god! Whoa. You wanna guess me? Is it kind of... No. Okay. How do you feel now about the bitter tea? About this, I feel nauseous. Woo! This is disgusting, sorry. It's really a kind of traditional, like, Chinese medicine tea. But it's really healthy. Okay, for which this is? Can cool you down. Like, oh, yeah. To be zen. Yeah. Okay, I'm gonna be zen.